我现在要来教大家如何就地取材，拿到东西就如何打坏人。这个是叫那个杂草鞭，杂草鞭是有什么功能？随便旁边看到有一只草，用你的内功，身体要柔，然后出去的力量要怎么样？你懂了吗？ 比如说，像他现在拿了一根草过来，我攻击，打过去，一个变那样子，出去的时候柔，像闪电五人变那样，那样子就有办法达到这种功能。然后让我们再继续请他来示范一次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小的示范，我现在比如说我要打他的标准包，来，如何快又刚又柔。 一边打，上面是直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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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到我已经植物都烂掉了，所以现在就没有用。那样子的话，植物它也是耗神性的，我们必须得要再找一个。这个那样子这种烂的植物有什么功能呢？来逗它生气，逗它生气，哎哎哎！然后它现在很生气了，对不对？它就来打人，它来打人，我就可以进神斩。 这样子，好，今天影片先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